错。第一位林湘出场。宝宝，包你个头！宝宝，如果你是大羊，可以当你的小绵羊。你一定要站在他前面。对啊，你要指定人是不是？对啊，指定球，指定带。好，赶快回去做。为宝宝，为好，因为正，你来。最强国民女友，你选谁？在孙生的面前表演这个。想要以死明志，对，瑜伽。我觉得已经完美又担心了，我觉得很完美表演，因为他以前完美又担心，完美担心他受伤，因为他肢体比较不好，可是他可能特别为了今天他练了这个东西，他肢体练的还不错了，对，所以有吓到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震惊到了，表现得很好了，对不对？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